那么就在发布会之前，我们刚刚接到的前方民航局前调查组在前方传来的信息，目前今天下午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部记录器。由于这部记录器的外观破损比较严重，所以前方调查组正在确认这个记录器是飞行数据记录器还是话音记录器，目前正在确认之中。